将小推车启动并停留在坚果墙旁边，撑杆僵尸、跳跳僵尸、海豚骑士僵尸、巨人抛出的小鬼僵尸，谁能跨过高坚果吃到脑子？首先登场的是撑杆僵尸。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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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。第二个登场的是跳跳僵尸。你干嘛？第三个登场的是海豚骑士僵尸。奥利给！ Oh my god！ 奥利给！第四个登场的是巨人僵尸。第五个登场的是乱入的蹦极僵尸。